这是一台万能吸尘器，雷欧洗手的时候不小心将水杯碰倒在地上，雷欧赶紧起身无视了旁边的毛巾，拿来一台神奇的吸尘器，启动开关，拆掉前置的吸管，吸尘器瞬间变出一把激光剑，400度高温瞬间将地板上的水蒸发了。既然拿都拿出来了，就顺便打扫一下卫生吧。这时雷欧发现电脑垃圾桶满了，于是抬起吸尘器对着电脑就是一顿猛吸，没想到竟然真的将垃圾被吸出来了。完事后继续打扫卫生，突然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，雷欧又用吸尘器将烦人的铃声给吸走了。话说这吸尘器还真是万物皆可吸呀。就在这时耳边响起嗡嗡嗡的声音，是一只胆大包天的苍蝇，雷欧想用手抓住它，可苍蝇实在太狡猾了，一气之下他直接拆掉了吸尘器，开启了火箭炮模式，苍蝇就这么一命呜呼。解决完后雷欧继续打扫卫生，面前竟然又蹦出一个石板怪，看样子是不把我雷欧放在眼里呀。他将火箭炮扛在肩上，按下开关，直接一炮泯恩仇，然后淡定地处理碎一地的残渣，但似乎一切都在和雷欧作对，地板上沾了一块胶带，无论雷欧怎么用力吸，胶带就是牢牢站在原地，甚至还变出喷火器，胶带依旧无动于衷。再次开启火箭炮模式，可无论他轰炸多少次，胶带依旧完好无损，仿佛在那嘲笑雷欧。雷欧纳闷地蹲下用手扣了扣，却一不小心扣了下来，这吸尘器也太鸡肋了，连个胶带都吸不上来，垃圾桶里待着去吧，你们想不想拥有这个万能吸尘器呢？